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伟良。如果你们还没有看过这个 video 的 part 1的话，click 这里，好不好？来，今天呢，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。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怪的人，因为凡是是汤的东西我就不吃，只要东西正在水里面是汤的我就不吃。还有我不喜欢那个 wooden chopstick， 死都不用。我觉得不懂哎，好像会。就是一种感觉很不好这样。我这个人的优点就是唱歌很棒啊，会泡妞啊，人很帅，然后很可爱，大致上这些都是优点。缺点嘛，让我想想，缺点。缺点啊，哎，这个是要 introduction 啊 ，bro。缺点讲不到，我懵了，缺点很多了。啊，人他讲他人奇怪，对啊，很怪，懵懵讲。是帅，是帅呀，哇！那时我跟他出去啊，叫大妈弟，那是比花红了哦。人不会大嘞 ，Ezlin 卡用以前那个 fat 卡那个 bus ticket。他讲我没有大怪吗？不用紧，我买一个 Ezlin 卡给他，他去那个 machine 哦。Ezlin 卡不是 tap 上面，他 tap 下面那个 arrow 那边。对，那个 MRT 要低调啊，真的。没有什么缺点，没有什么缺点的嘛。我这个人，我这个人就是很好这样，然后又对这些师兄弟们又很好。对对对对对，很照顾我。他真的是对我们很好的。对，因为他每次都是喝醉酒啊，就乱分钱了。所以我们就是拿很多 Destiny 这样管的。Destiny， 而且哎，哇，剩下很多钱，要不来点去？不是，加一点。不是 ，OK， 这个东西我可以解释，这个东西我可以解释。因为我还有唱歌台，我有一点收入，就跟大家分享这样子。这样做好人也给人家骂，讲说我笨，讲说我钱拿去分这样子，这是有道理吗？这道理在哪里？你跟我讲啊！我对你们好，你们居然这样子踩我啊 ！OK 啦 ，OK 啦，其实他是我 best friend 啊，我们就跟他讲啊，我说他是我 best friend 啊，对吧？可是讲最多的那种，每个人，因为我认识他最多的嘛，我是他 best friend， 我一定认识他嘛，所以我懂他 inside out， 连他，我没我什么 Ben。对，有些东西可以讲的讲，不可以讲的不好讲啊。你们讲真的哦，伟良真的是我的 best friend 啊。你说 best friend 每次要跟他讲实话，你是有点头脑慢啊 ，stupid。看，我现在没有朋友了，你们要跟我做朋友，你们可不可以 please 跟我做朋友？你们 subscribe 都跟我做朋友，可不可以？ please， 谢谢。